我的 BGM 就这样唱两首歌。哎，但是我们的 BGM 是我们这儿大主唱专门唱的，玉言喜欢了您很多很多年。然后我是首席造型官。姑娘今天玉言的围棋鞋盖好漂亮，玉言把死的死去。沟通中保持玉言，玉言，玉言叫他 Kiki。真的挺危险。明道，哇哦！明道边换边，真的捅我，完全零分。说他，奶奶太丑。对，明道老师，要不要试一下？真的，对，太适合你了。真是难为四位老板了，看着他还要下单。我觉得是当时在我比较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一点希望，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给你提供了温暖。当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就是拿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肚兜，想起来了小时候的梦想，鼓励我自己一直走下去。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拍 MV 的时候，用完以后感情特别好。九十远走过去了。谁拽我？谁拽我？对我的关键的那一点，是因为我的那一举动才让我们对赢了呀，对不对？哎呀，好猛啊！大家，我发水了还没有？喂！这眼看看四位投资人对我们的那九个摊主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不用专门的夸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说说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就可以了。谢谢老师们，谢可音。老师，求求你们给他一个面子吧。